Magic box， 找亮点。I can do a magic. I have a box. Magic box. 大家安安，又是我 Pico 太郎。哎，你说呢？我刚刚一开始的歌唱错了。哎呦，是因为呢，这个单元就叫做 Magic Box 啊，不然要唱什么呢？你说呢？怎么不唱 Apple Pen 呢？哎，其实呢 ，Apple 呢跟 Pen 呢两位他们吵架的 ，They are fighting。Fight 这个动词呢就是战斗、吵架的意思。但是呢，他们两个呢是跟谁在吵架呢？哎呀，他们呢是两个人彼此在吵架咯。They a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他们两个呢在吵架。They a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A is fighting with B， 就是呢 A 和 B 两个人在吵架。而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呢我们刚刚句子里面说的 each other。OK， 这个片语呢就是表示互相彼此的意思哦。例如呢，我们刚刚呢在吵架的是 Apple 跟 Pen， 这两个人呢就是吵架的主角哦。但是呢，我们主持用了 they 呢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嘛，他们呢已经把 A 跟 B 两个人都放进去，包含在里面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只好在后面加上 each other， each other 呢就表示他们两个人互相在吵架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我和镜头前的你，我们呢看着彼此， we a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we are looking at each other。OK,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我们看着彼此。一般来说呢，你会说呢 I am looking at you, 但是呢我们组词换成 we 我们呢就包含了你和我，所以呢我们后面呢就加上 each other, 表示呢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一样说互相呢，我们可以呢用另外一个片语 one another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咯。例如呢，长久以来Apple 和我以及 Pen 我们三个人呢，我们一起互相帮助。 We are always trying to help one another， 我们呢总是一直互相帮助。 We are always trying to help one another， 我们三个人呢就是如此感人的革命情感咯，我们呢试着互相帮助。这里呢 one another 就和 each other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意思及用法咯，我们呢可以一样的句子代换。 We are always trying to help each other 是一样的意思。最后呢就要提醒你了，虽然呢我们前面举例的都是 A 怎样 B 怎样，但是呢不代表 each other 或是 one another 能够变成 be 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句子不会呢有成为主词的一天了，你不会把 each other 或是 one another 放在前面当做主词，一定呢都是放在句子的后面的哦。 OK，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给你复习一下咯。当我们呢在两个里面句子里面呢，当我们在句子里面说互相两个人咯，或者是呢彼此的时候呢，记得我们要使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呢 each other 或者是 one another，记起来了吗？